就让我哥的公司收购送，到时候就让你每天只伺候我一个人，每天工作20个小时。我错了，累死人要偿命的。太阳好刺眼，头也好晕。我做你女朋友？不要。那你想怎样？礼物精心为你准备过，认真唱生日歌，也希望在未来有你陪我，贴着心看岁月烟火，也值得。哎，你这脸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简一恒，你还疼吗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虽然我是你女朋友，但我也不应该这样打你。打我？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你俩这是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们一恒呀，可真是香饽饽呀。可以啊，老姐。不许你欺负我们家航航！我们家航航，你们家航航、啊？对啊，不许你欺负我们家宁宁！别瞎说，你们羡慕啊？那你们就赶紧找一个去啊，不然就只能每天吃我们的狗粮了。那什么，航航啊，我先去后门忙了。航航干什么？哎，航航，哎。本子你想看的话随时可以看，是你说过我可以随便看的啊。姐姐，
漫漫人生路上的彼此互相陪伴，互相牵挂，一起长大。没想到沉默还是个隐形的解控呢。寄托，这是他的师傅。一座漂浮的孤岛，因为有了甜品，从此眼里有了光。师傅应该是一位很好的人吧。回忆，沉默之前应该也有很多开心的、不开心的记忆吧。时间过得好快，都那么久了，我都有很多不记得的小时候的记忆，更何况那么小的沉默呢？